立复兴工业专科学校是宜兰县内唯一的一所大专院校。今天上午9点，在头城镇大千戏院举行第四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，由校长冯志安主持。典礼中，冯校长首先颁发毕业证书，董事长林才天也致赠成绩优良学生的奖品。复兴工专现在有化学、土木、建筑、印刷、造纸、电子、电机、陶瓷等8科，